天难登，大家好，我是王林。一天难登，大家好，我是 HCY。非常欢迎你又来了，来我们频道这样。然后呢，这一次想要让 HCY 跟大家分享呢，他上了大师的7天的课程，2天加5天 Nitya Yoga 和 Nitya Kriya Yoga 的之后的一些体验吧，一些经验这样的。因为我们大师8月18号开始到24号这两个课程又要开课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也想要大家更多的人能接触到这个课程的内容，然后呢有机会来参加这样。那我现在就把时间给你，请分享。好的，我很开心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感受啊。我自己认为呢，我是属于这种就是感受比较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其他学员我看到人家有非常厉害的一些感受或者体验。我自己呢在上课期间，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远距离就意识一顿物体，包括是当自己手上或者是远距离的，还有就是那个远距离事物。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比较强，但是我觉得我身体这个扫描能力比较差，还有就是扫描别人的意识也比较差。然后呢在之后王老师就一直帮王老师，包括就是也看一些其他大师的一些学生的视频，都说保持那个 oneness， 然后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第三眼的这个超能力。然后开始我是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就大家在群里经常说呢，我就慢慢开始就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在就是尽量跟大师保持这个 oneness 以后呢，我自己去练习的还比较少，但是私下练习过两次以后，我却发现就是我的第三这个身体扫描能力强了很多，强大了很多。之前在上课过程中可能扫描别人身体能扫描出来两样，一样两样三样就是已经挺多了，三样的身体的问题，但是在之后我可以扫描出很多东西。有一次私下是帮李琴做了一次身体扫描，扫描了好多，李琴竟然，我自己还怀疑是否是对的，李琴说都是对的，我都觉得是真的是很惊讶。还有一次也是帮别人那个岳勇老师在帮一个学员做那个身体扫描的时候，我在同时我说那我也试试一会儿，刚好做一下对比，看我哪些是扫对了。我没有那个岳勇老师扫出那么多，但是呢我扫出的那部分他都说到了，就是全是对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自从有了第三眼呢，我可以不用有什么生活疑问，不用再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了，直接问第三眼就可以了。那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的最后一天，我第三眼当时问大师我女儿的皮肤会什么时候会好，其实当时我已经参加那个 Zira 了，当时有好转，但是我想知道一个时间，因为他这个又有代谢周期嘛。然后大师跟我说8月份，就是下个月，当时是7月底，当时下个月。然后我就在一直在等嘛，到现在差不多是8月中旬，我女儿的是皮肤真的已经是几乎痊愈了，所以感觉得很神奇。我是觉得第三眼真的很神奇，而且就是说对，我前两天呢胃不舒服，是很不舒服，就是胃酸，而且觉得冰冰凉凉的，人没劲。然后呢就是第二天晚上大师的声音一直就在我耳边，就是在说你去喝点姜汤，熬点姜汤，然后不停在那说，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去熬点姜汤。我喝完确实就好了很多。然后呢我后来又熬了一次，就是所以这两天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上这个课呢就是当时给你已经赠送了很多第三眼的能力，然后再接下来通过你自己跟大师保持你 oneness 并加练习，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上这个课，这个课程呢自身也并不贵，而且参加了那个 Wotamotama Siva 还有那个 Kala Bilava Homa 的同学都可以免费上这个课，有同学了同修们，然后我觉得很值。
谢谢你分享这么多。我还想问你，你所体验的 oneness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 oneness， 第一，我需要就是每天有时间的话，我就哼唱那个那叫Mahavaki 啊。然后呢，就感觉大师就是我任何时候一只要一想到大师，大师总是在我的第三眼，或者就他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或者他的画面，当我不是真的在我的。在我的眼前，就是在我这个第三眼的这个眼前，就是我要跟他说什么事情，问什么话，就直接就是，而且当时一直就是属于微笑着跟我说，就是就感觉他就在我身边，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好。对，这个大家 oneness 翻译成中文就是同一性，就是和大师感觉他就是你，你就是他，然后他的能量通过我们的第三只眼显化，就是要跟他的同一性。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身体重叠。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第三眼能力很小，我就觉得大需要大师上身，然后就感应就感觉好像大师就跟我的身体是重叠的这种感觉。嗯，厉害，你有这种感觉啊。那很好。对，你说到这儿，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你说身体重叠这件事儿，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哈，就是振动频率，就是当我下载的时候，就帮人看他一些东西，特别是读往生往事，就是有时候觉得就是振动频率高到真的是大师在说话。就有一次，那个感觉特别神奇，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是100%的统一，就是我跟他说话就像是大师在通过我的身体说，我跟他说我。就是大师，我没有说大师哈，我说我和你，就是我没有说大师和你，就是大师在跟他说话，然后我就是在一边看着，这样很神奇的感受。而且当时觉得那个能量场强到就是全身感觉都是爱的感觉，然后就眼泪哗一下就下来，就是充满了那个正能量那个感受。那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理解大师说同一性是什么感觉。所以这个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想知道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它是不只是一个概念哈，它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感受这样。对的。那神奇的。对，我当时也觉得挺神奇的。然后那你除了这个第三只眼这些分享，上课的内容两天是开脉轮，讲脉轮的科学，然后讲每一个脉轮中间储存的认知，以及什么样错误的认知造成了脉轮的阻塞。然后五天呢是身体的五层，以及每一层中的痛的模式，以及怎么消除。就你们上课也做了一些练习，这样你有还有这死亡体验之类的，就是还有很多其他内容，除了开三眼。你对这些内容你有什么印象吗？或者觉得在你人生中学完之后，比如说这些知识和这些练习对你来说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想事情的方法会变吗？或者你看人、看自己、看人生、看他人的时候，会不会想一致性？这个人底轮是不是堵了？心轮怎么开？他的那个气层应该怎么样？对的，有很大的改变。那以前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别人，我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他的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上课过程中，包括你在你的视频跟我们有分享说，当你看到别人的问题，其实也是你自己自身这个问题的这个镜子，就是你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可能更豁达的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以前我就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做，就觉得很生气，但是上完课我觉得能理解。还有就是那个用四大原则去生活，虽然说经常会忘掉，但是我会不时的用这个上课这些内容去纠正自己，然后我觉得会好很多，不管是对婚姻生活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啊、邻里啊、亲戚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现在更比以前更会处理一些关系。然后对上课的过程其实还有一个体验，当时没有说，那是有一天呢，因为我是要带小孩，那天是预约了必须要去看医生，我没办法，
只能说是离开一段时间，但是平时呢，去那个去儿科医生那要等很久，有时候甚至要等40分钟，然后而且路上遇到红绿灯可能会堵车，然后当时我就用上课的那个就是老师讲的，然后就是你就是神，你用你第三眼告诉就跟大师说你要不读，就是你想要怎么样，那我就跟大师说，但是我今天赶着回去上课，我第一我不想在那个儿科诊所等太久，然后第二我希望路上一路畅通，不需要不要有任何红灯，真的从去到回一路绿灯，连红灯都没有，而且在去儿科诊所竟然后那个等候室里没有人，就是我们人家直接就说啊，那个现在没有人，你们马上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我就把小孩就拎进去，然后就开始，人家就给小孩就开始打疫苗了，就可能打前前后就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所以说总共往返路上连带准备的时间1个小时，刚好我回来，哎，我就是我错过了一点点，但是我回来刚好是就是我看大家已经有1个小时的这个午休时间，所以说我自己并没有错过太多，但是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课程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处事方式虽然说我现在不一定任何时候能做到，但是一直在加强。你这个故事太牛了，你一定要分享。我跟那个 HCY 说，让他做那个 testimonial， 要用英文讲，就是我们尼西亚南达电视台会，还有我们的大师的 YouTube， 他那个频道会收录一些就是学员的这些经验的分享，让他做一个简短的英文的介绍。我觉得你除了那个第三只眼那个故事，还有这个也可以说进去，这样。这个也是很强有力，对，这个给大家启发很大，你真的是可以发愿，是会实现的，特别是大师讲你第三只眼开了之后，你用第三只眼许愿，它那个浓度很大，就是直接就显化速度很快的。嗯，好 的，非常感谢 CY 又出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非常的开心看到他从第一天我还记得你的朋友把你拉进来，然后呢走到今天，然后这个生活变化真的不是一点点，就是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你也有很大的变化。然后 对，然后我也希望他的故事能跟更多人有一些启发，就是如果你有让人生好转的一个愿望，只要是一个很虔诚一个很简单的心跟着大师往下走，就大师给大家安排的机会，比如上课呀，还有像他这样祈福消业力，这样都会让你的路越来越越宽呢，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然后希望下一次来分享就是现在正在看频道的你。好的，那就谢谢 HCY 今天跟我们分享。我很开心，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神奇的体验跟大家分享。有的会。那就先这样这一期。好的。OK， 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收看，明天能等。谢谢，明天能等。